来到海边呀，看见了这个东西，回家蒸个鸡蛋吃还不错，收带走。又来了两个海五星，还是一个长腿的，这种也是可以吃的喽，收。一个漂亮的小珊瑚呀，送给爱点双击的你，带走。这个小螃蟹呀，它总是不会迟到，这个小梭子蟹来一个，带回家给它起锅烧油。又来了一个猫眼螺，看上去像不像一个海蜗牛？喜欢户外的朋友啊，刚到海边呀，就看见了一条红娘子鱼，据传说呀是大海里边的媒婆，收了。快看这条皮皮虾呀，它总是不会迟到，还不错啊，收。哇塞，这应该就是一个赤甲红了，这看上去还挺厉害，收了带走。又来了一个小贝壳，送给给我点双击的铁铁啊，收了。哇塞，这应该就是一只猫眼螺了，喜欢户外的朋友啊，加我关注，咱们一会直播赶海带你玩喽。